持人的介绍。那我们一样就是在表演之前，然后要先送海报给大家。然后海报是，好像这次只有3张，数量越来越少，然后越来越难，问题越来越难。然后很难的问题就要交给阿哲，我们阿哲想问题都很棘手。路线最近那也不是很痛，所以海报越来越少，没关系，就是很小的东西才就是很珍贵，所以拿到海报的人要觉得很幸运。那有没有人就是刚刚都没有拿到海报，你一直站在这里，然后都没有拿海报？小豪，你那海报应该拿了3800万张去了吧？我觉得下次我海报不够的时候应该可以跟你买。你没有拿过是不是？好，那就。你也没有拍照哦？没有啊，台下人都没有拍到照啊，不是只有你没有拍到照而已。好啊，那从刚刚我们上一套衣服就一直站在这里，然后到现在就是有举手，然后我都一直忽略你的，有吗？应该是没有吧，我记得我刚刚上一套好像没有看到你耶。旁边这个一直说他有一直站在这里，然后又没有拿到海报的这位大哥哦，大哥，讲得好像人家很老一样。好了，那想一个问题好了，我觉得阿哥这个跳团的问题可能会有点为难他，就是可能暑假的问题会稍微对他来讲比较容易一点吧，是不是？那我们今天。我们和联心是进站哪一个舞哪一个会，你应该知道吧？就在你的衣服上，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哪一个舞哪一个会？你国小没毕业啊？还是你自己身上的字也不是字？好，我们今天和联心是进站我们的正巡舞全舞会，不要连你们看表演是看哪一些舞都不知道好吗？还有我们在台上，我们是跳跳的，我们是来自台中的跳跳。那如果大家都拿不到海报的话，那我们就要默默的就把我们的海报收起来了。我们的海报今天真的带的有点少，然后还是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海报，可是你不好意思就是在台前跟我讲的话，那你到等一下我们休息时间，然后你到台后跟我讲。但是，我应该会给你一个更难的问题吧，还是要你等到时候不赢我才可以拿吧？好吧，那我们可爱的台人，我们就先把海报先收起来好了。阿哥，你放在那里，就是等下就会被干走啊！没有人要啊，你又没有办法回答问题，那你要回答我的问题啊！你看你又没有办法回答问题，我看你应该是喝醉的吧？我觉得你很适合跟那个两位啊，三位音响大哥一起坐在那里，然后一起酗酒。好了，这样子啦，我们加码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不要只送海报。好，我们达到目的的，我们只送海报，再送我们三位音控的一个香吻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表演两首舞蹈，直接略过好不好？这样谁敢回答问题啊？是不是？好啦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表演两首舞蹈，然后不然就是。还是你们如果不想要看我们这样舞蹈的话，我们可以请我们的音控大哥唱歌给大家听。嘉义棒棒糖啊，你们三个人是嘉义棒棒糖是不是？好，那不然我们等一下就是我们可以加码演出，请我们的嘉义棒棒糖跟我们台中跳跳糖一起同台演出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我们先为大家带来两首精彩的舞蹈，谢谢。Okay, life's down.
Hello Venus, brave sound, drop that sh. Hello Venus.Thank you.
跟你讲话。